下一位是陈伟业议员。主席，首先要强烈谴责你咧，漠视呢个嘅公众安全同埋漠视员工嘅生命安全嘅重要性。我喺差唔多一个钟头前已经提出话有安全问题，你就禁止我讲，系嘛？如果我再讲，你就话我呢一个嘅扰乱秩序，就要赶我出去。正式记录在案，我一个钟头前已经举报，已经打三条狗举报，就系话呢个嘅消防通道被关闭。咁同埋頭先即係舉報完之後，就即時發現咧呢個嘅防煙門被固定咁樣打開，揾啲嘢摔住咁樣打開，同埋後面樓梯走後樓梯走火通道，亦都有兩條柱，有一啲嘅布條咧係封咗嗰個嘅呢個樓梯，禁止呢個嘅呢個使用。呢個係三樣嘢。封咗呢个嘅消防通道嘅出口，防烟门固定打开，多个防烟门固定打开，同埋喺走火楼梯嘅边正式引两条铁柱，引布条封咗，都系违反消防条例。头先啲保安警我影完相，其中一个防烟门咧就即系静静鸡咁样闩翻去噶吓，咁所以成个立法会知法犯法。多宗嘅惨剧，过去多年嚟多宗嘅惨剧，都系啲防烟门被呢个嘅封，防烟门开咗，系嘛？走火通道被呢一个嘅阻塞，而导致到不少人命伤亡。立法会做调查，调查过好多次啦。主席，我要举报呢个问题，你唔俾我讲，你系罔顾人命，你因为要过，因为你自己有三重利益，你喺呢个东北发展，你有三重利益。你是呢个数码通嘅董事，你是中银嘅董事长，你是港铁嘅董事，你有三重利益，你为咗呢个利益，你罔顾呢个公众嘅安全，罔顾立法会员工嘅生命安全，罔顾公众嘅生命安全，所以必须要加以谴责。你应该要起身离开呢个位，你唔应该主持呢个会啊！如果你仲有些毫廉耻之心嘅话，咁所以。嗱，同埋我报警咧，我系要通知消防，警方咧就通知立法会秘书处，又系荒谬嘅。我家下话呢一个嘅立法会违反呢个规定，你就通知呢一个嘅立法会秘书处，跟住就冇通知消防，所以警方亦都要谴责，警方亦都系罔顾呢个嘅生命安全。家香港都唔知变咗乜㗎，啲权贵就要操控一切，操控到连生命安全都可以漠视嘅。呢、这个真真正正喺呢个保皇党保驾护航之下，呢、这个系真真正正嘅垃圾会啊！你哋成班都系垃圾啊！保皇党议员。